应该在老爸和阿妈要求之下，无奈甲翠珍的成亲，阮就看到气甲要报仇。成亲迄暗，翠珍嘛闹体，应该更加无爱插鼻啊。翠珍哪像你酒碗挂呢？这个时阵，阮就急忙做算命，讲翠珍的真命天子是下一个了。然后就安排专门伫个盘七内冰封来诱拐伊。叶公妈，我是谁？又该是你？当然是我啊！我来看我嫁的人，今晚在创啥？哎，你给我放开啦！你若不给我放开，我变花掉人啊！我就是无爱放，安怎？你足胖的呢？你这小子哥，你若给我唔放，我变花掉人！你妈被花了！你来这样凶啊！你搞这大乱，你不敢镜头给你搞断去哦？是讲有价值啦，阮师傅揽起来就是无同款。我跟你笑，算是你的水某呀！你这个人莫名其妙呢，我也无介意你，谁人一直跟我勾勾甜啊？你走啦！你是你创啥？你这个袂见小小弟哥啊？谁人搁送我这个金手环啊？莫名其妙！喂！等下，翠玲，我唔是小弟哥，我是一个对你一见钟情的查甫人。我即摆已经送你两件品类啊，等我六件品类全部送你，你就爱做我某哦，知无？喂，你袂走啊？你干嘛讲我清楚啊？翠玲啊，阿妈，你哪来？啊，我伫第一厝的等你啊，啊，你也无转去。我就走来这找你啊，翠玲啊，那个查甫是什么人？我拄只那看你甲你讲话，你敢捌伊？哦，我唔捌伊啦，伊是来问路的。阿妈，我的衫要洗好啊，啊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嗯。那个查甫人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安怎三番两次要甲我创治？袂用的，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千万袂当阁出状况啊！文强，翠玲又过来了。我知啊。交给我英叔。刘医师，你等下让我搁我指点，跟我斗三工者无？原来是你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迄天你给我指点，叫我去找我命中注定的查甫人，结果我去拄到一个痟的呢。伊搁送我这两项用金仔做的物件，搁讲是要娶我定情之物呢。你敢会当跟我斗三工，跟我讲我要安怎找到这个痟的？我会当把这物件还伊，特地甲伊讲好清楚，断绝关系啊！既然你甲伊有缘，你就唔免专工去找伊，因为迄个幼园玲绝对会来阁找你的。我是惊伊唔来，唔惊伊来。如意师，啊，这计无唔对啦！听讲这如意师哦，卜会怪足准的，我着叫伊哦，甲卜看卖咧。翠玲啊，啊你也伫遮啊？阿嬤，我老夫人是安尼啦。拄仔这个夫人是甲问讲，是要咱个人顺利有心。我是甲教讲吼，家厝的房间的眠床小刷一下位，安尼就用啊。你是讲，阮厝的眠床若刷位，啊，阮应该啦，甲翠珍因两个阿仔某的感情就会较好好，而且有心也会较顺利。哎，啊，若安尼，是毋是应拜托你？常我来阮厝，看迄眠床要安怎刷位，好无？好啊，那就拜托你，啊无你跟我来阮厝，哈，给给。但是呐，别看到海啊。我对不起。英杰。笑。英杰。
醉啊，唔知要去走去对恁啦。英杰竟然搁咧思念我，敢讲伊是为着我的死才会伤心，所以才变到安尼啊？无可能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是伊亲手把我带入去湖内底，伊无可能有我伤心的。如意师啊，啊你是咧想啥啦？是毋是阮厝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？唔是啊，老夫人。啊，对啊，唔是讲要带我去看夫人的房间。啊，是啦，内底请。自迄天将满足等来涌入屋了后，英杰突然有体无魂，唔捌有一天好食好困呢，伊袂堪要良心的责备，来到湖边祭拜观众。阿娇，我对不起，我竟然害你死到这么惨，我让崔天休掉，对你坚持不屈，你已经忘乎我。对吧？很久，我当困去了，我拢做梦，我梦到你，我梦到你来讨命，因为我甲你做去阴间地府报道。我不是怕阿爸阿妈伊伤心，万一一马赔一命，陪你做伙去，我就你活着的时阵，飞毛点在我的身躯边，我拢不知影你的。你死了，我才知影，你为我做遐尼多的代志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万总。应该。我真正想不到你竟然为我哭，我真正感觉足意外的。就算讲你之前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，我嘛愿意原谅你。不然，我即马若是出去甲应家相认，闹了我的代志，唔就大家拢会知影。我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，才会当完成我的复仇计划。原来是文强，刚刚伊无事，文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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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哎呀，阿妹，阿妹，来，死了，你要紧？不要紧啦，不要紧。好，哎哎，阿雪。你安弄着人拢没回去死的？不是啊，我咧。无安尼啦，我陪你看大夫的钱。哎，免免免免。是的，是的啦。我看这两个演技啊，也不是真正对你无情。你是不是考虑一下，改变这个计划？你敢愿意放下这个冤仇，吼、哦，找一个时间跟伊见面，将所有的委屈拢解释清楚，啊，来把这个冤仇啊，拢给化解掉。客伯，就算讲我会当原谅演技，啊，不过我无法度原谅翠丁，伊到即马
连一点忏悔的心都无。我绝对爱伊真心忏悔，啊若无，我绝对无可能原谅伊的。客伯，你继续甲我斗相共好不？好啦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就继续甲你斗相共，好你会当报仇。人敢真正不是冤枉，当然都无可能是。哼，我哪会遐尼戆？那是我亲手将伊杀入去湖内底，哪有可能戆我？无可能。多谢多谢。喂，你，你倒是要爱这物件，你就过来遐抢啊！喂，你给我动的啦！我今仔日哦，一定要甲你搞无搞清楚啦！这个糟践啊，看来拢无可能。走去倒位？莫一直搞创治！慢惊，我伫个身躯边，姊妹拢唔免惊啊！喂，你是小弟哥，上个月你甲我创治，啥物见面？见面啊，甲全俩走了，见面了。这是我送你的第三品嘞，你点咪就要变成我的人啊？哎，你这小弟哥，你莫走，我要甲你送的三个物件，拢还你。翠玲，我真正教的你。所以才会将这定金簿送给你。我不是什么歹人，也不是痟的，我只是想要跟你讲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真正想要娶来做某。这，不过我，嘿，你是你同啥啦？紧起来啦！你也不爱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一定开车不爱起来。你这个人这么厚面皮啊！我想怎爱答应你？你又搁凭啥物跟我要求啊？翠玲，好啦，只要你答应跟我去见一个人，见完了后，你叫我莫甲伊哥哥弟，莫搁爱你，我拢答应你。既然你拢安尼讲啊，我就答应你。真实嘞，安尼对我行。客妹，客妹，你有较好无？客妹，我带我一见钟情的人要让你看，我喜欢的人，就是伊。客妹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真好真好，面红。你会当熟悉到你家的查某囡仔，安尼我就会当安心下去啊。姑娘啊，以后你就要好好照顾阮家的敏芳，敏芳就安尼拜托你，好不好？哦，真好，真好。一个两手不要紧，一手两个叮咚叮。最近已经红啊，搁答应要甲明芳做伙，敢讲伊要搁订什么款的阴谋呢？你哪有把心甲我讲，才带我去啊？最近，我惊我甲你讲，你就无要对我去啊。我自细汉就是一个孤儿，阮客爸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伊即摆破病才严重，伊上大的希望。是我会当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人。啊，不过你嘛袂当骗伊啊。我无骗伊啊，我对你真正是一见钟情，而且我嘛想要娶伊做某，所以我会将阮家的传家宝、万金啊，全部拢要送予你。
表达我对你久久长长的意愿。翠婷，你老实跟我讲，你的身躯边是不是已经有查甫人要照顾你啊？你是安那唔爱跟我交往看卖？无得靠你跟我做了后，你嘛是共这么介意我，介意我对你的温柔，对你的体贴。好啊，你莫阁讲啊，我无可能答应你的要求。翠婷，参像你这好的查某人，就是爱有查甫人来保护你、疼痛你。你是安那唔爱给我一个来关心你的机会？袂呢。我袂用甲你做伙。翠婷，既然我爱你，我就袂计较你的过去。我带你去见阮客妹，就是要表达我的心意甲决心。翠婷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莫遮紧就拒绝我。你，是嘞，我要先走。翠婷，我明仔载伫溪仔边大树下等你，我一定等到你来为止。明龙，安尼敢有效？你那对我有信心？以我骗查某这侪年的经验，伊绝对对我动心。那安尼一切就看明仔载啊。真正是一项烦恼无够，烦恼别项来斗。翠婷虽然唱得英杰，却亲像在酒碗馆。明峰虽然真爱，不过伊已经有翁啊。翠婷，我明仔载伫溪仔边大树下等你，我一定等到你来为止。翠婷啊，你今日偷大过，是安怎事？哦，无啦，可能是因为警笛警到手酸啊，才这安尼。翠婷啊，你该应急了吼，啊，定在急气。啊！定咧冤家面济，安尼嘛毋是办法。你看伊怎啊？逐天伫咧啉烧酒，阿妈甲伊讲，伊嘛无要听咧。家翁仔无是孤孤单单，假使若有啥物代志，恁都私底下去讲讲咧。就甲讲一寡较好听的话，无一定会当化解冤家心肝内迄个结啊。这讲嘛奇怪咧。啊！我眠床嘛拢刷位啊，啊是安怎？连一点仔效果都无啊！老夫人，夫人，如意叔啊，啊你也是罕见啦！老夫人，我是专工，在这往来做要给你吃。那也是功夫啦，啊来就好啊，讲安尼啦，如意叔啊。都叫我阿妈就好啊啦，吼！啊，无安尼，你坐坐，我来泡点茶，吼。多谢。夫人，你看起来敢若有心事哦。我哪有啥物心事？你嘛有白讲。我无有白讲，少夫人。你即摆生活内是毋是在想讲，你身躯边这个查甫人对你无好，啊，不过外口迄个查甫人是对你真好，所以你到底是要答应外口迄个查甫人追求，也则是甲你身躯边这个查甫人分开？奇怪，别人拄着这种代志，拢是劝和无劝离的，是安怎？我一直感觉你希望我甲我的翁婿离缘，底下。谁那这么心病啊？是，是你，你无死。看到阮族无死，翠婷敢会识破阮族报仇的计划呢？英杰已经忏悔啊，阮族若是要回来吴家，翠婷他人的秘密唔都无得暗看吗？一些对面拢走，还是要用什么诡计来对付阮将呢？下礼拜同这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美人心计。
1979年，轰动全台湾的电影《树人》，是由当时当红的歌星黄飞飞来扮演杨露。故事当中，杨伯母白日就爱嫁给白痴阿兄，伫厝里跳舞自尽。当时全台湾拢认为讲故事是真实的。当前杨露悲惨命运的同时，宣传出故事的原作者公开声明，故事是编的。电影开始去宣传的时候，迄、那个翻到这个作杨露的迄个作者，伊看到迄个新闻的哈。介绍啊，这和我的杨露儿就是完全相同，啊，你感觉侵犯伊的版权，伊就到尾同我写一篇文章公开声音。这杨露儿这个故事啊，是我20年前哦虚构的。不过当时原来真侪人相信故事是真实的。几啊十年后，即卖杨露儿的故事依然是当地上出名的传说。